属于一个毛呢的这种西装外套的感觉，一样是软料的，它是可以保暖的。口袋呢，来隐形口袋，不说你不知道在哪，才在侧边。好，侧边一样做一个开叉点。如果你的衣服清一色都是卡其色、奶茶色，或是你是上班族，我很推荐这个颜色。它的肩膀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穿，就是不会到很壮，然后呢落肩大家都可以穿。好，搭帽 T 可以，然后搭休闲也可以。海外可不可以穿？一定要在冷气房，因为它是毛呢的。好，那两个颜色我觉得很难选，一个是比较浅色，一个比较深色，但是刚刚有讲都是咖咖奶奶的一个颜色。然后我们进两个金盖给大家看，它是有点花性跟混色的混色的感觉，所以呢这个限量版哪色比较好搭都很好搭。我跟你讲，里面真的很舒服，我们全部都帮你做那个滑布，而且它这个料子它是那种毛呢，然后它是软的毛呢，它不是那种厚棒然后会粗粗刺刺的毛呢，没错，它是软的哦，然后整个就是很舒服，